来看到的是在明天开始呢，尤其在晚间的时候暴风圈触路，因此在华东地区南部地区越晚风雨越强，要慎防的是致灾性的降雨。那么今天呢，在华东跟恒春半岛率先感受到了风雨，明天在南部还有澎湖金门风雨也会转强，因此防灾是刻不容缓，包括了清淤作业、大型机具的进驻戒备，还有恒春一年一度的抢菇，四层楼高的树菇棚也已经用了缆绳来加强固定。趁着风雨还不到最强的时候，工作人员赶紧下到沟渠进行清淤作业。我们在台风进来之前，我们先针对这个沟底的部分，我们先做一个清淤跟疏浚的部分，防止说如果淤泥积过高会导致水流一直排到居民的住处周边，会造成积水。人力有限，还必须搭配机器，怪手沿着山坡路开下来，整理侧沟旁的杂草树枝。那我们现在在针对旁边杂树的部分，我们在做一个清整，避免灾后的时候杂树会长出来，影响到这个水沟的排水。前一阵子才就下了几次大雨，而就水沟就溢出来了。所以这个防台措施这个地方一定要做的。因应杜苏芮台风，首要重点是预防豪雨可能酿成的淹水灾情。我们所担心的是洪水，因为过去的经验就洪水从山上下来，它没有进水沟，就从路上一直冲到，所以会造成淹水积水的问题。大型机具先在空地上 stand by， 在必要时刻第一时间出动。这个是这一次台风我们先行准备待命的机器，以备随时有状况的话，我们可以随时抽调机器出去支援各个里所发生的灾害状况。我们备有山猫、怪手、车辆、吊车，我们都先行准备好。城门旁的民俗活动设施大约四层楼高，遇上强风会有危险。恒春的抢菇活动被文化部认定是无形的文化资产，活动即将在八月底举办。为了应这次的台风，树菇棚也用缆线加强固定住。要打开起火了。镇公所旁货车来载沙包，发送给有需要的里民，防堵恶水，清门踏户。这边雨量蛮大的，所以说要做好防灾，就是要做一些沙包，然后到堆积沙包这样。我们做好这个防台，事先做好防台。至于镇公所内，国军军官随时坐镇，一旦需要支援，立即调派营区兵力，整个恒春全体总动员。外部的单位有包括警察局、消防局，还有三军联训基地，还有后指部，还有那个自来水、台电，还有中华电信等，还有卫生所派的也救护小组。恒春半岛现十级风，采访路线拉到垦丁，南湾浪高至少四米，饭店游客哪都不能去。我们本来就是要在这边待三天，可是就没有办法去到海滩，因为海滩就是关闭。你们头发怎么那么湿？因为刚从岸面进来，享受一下不同风情的垦丁。雨会变大，风也会大。饭店门口堆起沙包，因为越到傍晚雨下越猛。这一次因为范围蛮大的，然后也蛮强的，所以我们业者对，尤其在我们海边，对这个台风我们是特别的小心。台风虽然有减弱的迹象，但恒春半岛的雨势越晚会越剧烈。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垦丁大街上面，可以看到路上几乎是没有什么人潮，很多店家也拉下铁门，暂时不做生意。在我旁边的这间店呢，玻璃上是贴满了胶布，要来防范四年来首度孤台的台风。大部分的餐厅没开，零星游客只能有什么就吃什么。今天影响很大，对。我们其实要玩三天了，但是其实只有第一天玩到水上活动，第二天、第三天太大了。现在，所以我们原本是今天预计五六点要回去，然后改成今天中午就要走，等一下就要走。对，因为南湾现在都封起来了，很失落啦。老实说，是真的蛮失落。对，
然后骑摩托车蛮恐怖的。旅程遇上台风搅局，败兴而归，但无论如何，平安回家最重要。TVBS 新闻陈友祥、王浩宇、屏东采访报道。好，当然我们讲到防灾哦，也必须要从平常就开始落实。我们就一起来检视台北市716公里的雨水下水道工程建制完成率呢，达到了96%，目前可以承受的时雨量为每小时78.8毫米，和预期的还落差10毫米。而且内政部长李鸿源建议说，面对现在这样的极端气候，得从都市设计来做改变。我们现在位在永靖国小前面的雨水下水道，那我们现在下去下水道里面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箱涵结构跟我们箱涵壁体的一些覆挂缆线的吊挂状况。跟着水利处进到下水道做结构安全检测，巡视有没有淤泥堆积导致堵塞的情况，缆线覆挂是否稳固也得再三确认。有些排水系统的上方会有覆挂缆线，那我们会看这个缆线它的冰挂情形有没有整个贴合到我们的壁体，那不能让它垂落，垂落的话它就会有一些影响排水卡住垃圾的状况。下面的排水系统有没有淤积，我们也会一并去做一个巡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文山区的雨水下水道，路面上的积水呢都会汇集到这里后迅速排出，水利处呢都会定期对下水道呢做全面的体检，避免影响到豪大雨时的排水效率。雨水下水道肩负起都市排水的重任，目前北市已完成716公里的雨水下水道工程，完成率96.69%，可承受的时雨量为每小时78.8毫米，而未来也以每小时88.8毫米为目标，但定再高的标准，就能追上强降雨吗？提升到88.8，当然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啦。不过它会有蛮多的一些工程可行性的问题，譬如台北市是高度开发了，那我们的系统其实都是在道路中间，所以如果要去做扩建，它其实会遭遇到不管是管线障碍的问题或是交通冲击的问题，都是我们要考量的。水利处这边其实也针对一些极端降雨期的状况，我们会研拟有没有一些改善的方案，譬如说扩大我们的排水系统的尺寸，或者是在一些局部地势低洼点做一些制洪的设施，做这个储留，然后避免说我们整个暴雨的状况会造成积水的风险。市政府帮我们新旺里做一个很优质的排水设施，目前我们这个整个里的排水设施经过几次大雨的清洗以后，我们这边都没有发现有淹水的状况，用浅盾方法打一条那个地下涵管，那整个湖心路也不淹水，新农路二段三段就没有再淹过水。福兴路过去因为涵管排水容量不足，加上地势低洼，只要一下大雨就容易淹水，透过排水分流工程和设置制洪池，都大幅降低文山区的淹水几率。下到我们的制洪池的内部，往右手边看是我们整个制洪池的溢流口，那我们这个制洪池它是采上层跟下层的设计，上层会做一个短暂的沉沙，它有一个沉沙的功能，那水会用溢流的方式下到我们的下池的制洪池做一个蓄积。辛亥生态公园制洪池的容量多达46,000立方公尺，降雨时期减轻了下水道排水的负荷，是都市防洪的重要设施。让我们的水先在尖峰暴雨的状况下先滞洪在我们这个滞洪池里面，那这样子往下游排的排水量就减少了，我们整个下游的排水负荷它才有办法去容纳其他的集水区的水排进来。不过各县市造成水患的原因都不同，有些是排水没做好，有些则是交通建设工程造成排水瓶颈。前内政部长李鸿源直言，台湾治水策略停留在工程手段，应该要从都市设计的角度着手来处理都市淹水问题。所以应该要用都市设计的手段解决都市淹水问题。其他县市要赶上台北的规模很简单嘛，没那么多钱呢、第一个。第二个，我甚至都认为没有必要像台北市这么样来做，我们应该要把都市重新设计嘛。都市排水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中医，我们要让整个人身体达到平衡，那他就绝对不是用工程手段可以解决，他要用都市设计的手段。
面对日益加剧的极端气候，政府得好好思考该如何从都市的整体设计来做改变，才有机会抵抗淹水所带来的灾害。 TVBS 新闻陈如怀、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气象预报当然也是防灾相当重要的一环，气象局的超级电脑将要三度进化。气象局呢，从去年年底开始建制的第六代的超级电脑，预计在2023年完成之后，将可以大幅提升预报上面的精准度。气象局也形容说，超级电脑如同气象预报的中枢。台风已经来到了台湾的南方，大概31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过去这一段时间，由于台风在吕宋岛北部打转的现象，强度呢有稍微减弱，暴风半径也由原本的300公里稍稍减小到280公里。那我们预计这个台风未来会朝西北的方向前进。杜苏芮台风的最新动态，透过卫星云图一手掌握，包含时雨量、风速，还有预估的台风路径，都能精准预测。我们看到这个天气预报图，包含雨量、风速，还有温度，甚至是台风预测呢，背后都是靠着超级电脑大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而这一次的台风路径呢，已经整合了资料以及各国的路径分析，整合出最佳路径，现在准确度呢已经提高很多。其实这个是气象局的，相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这个就气象局自己的这条路径，那它有很多的模式，所以你要跑得多，那你才会有可以选择的机会多，才会预报报得准。我们是台风容易来的，所以我们在台风的路径预测里面不会落后每日差别太大。这些气象资料其实都是透过这一台台电脑经过高速演算分析得出来的气象资讯，尤其在区域型的天气变化预报，大气的流动包含温度、湿度、风速、风向、气压等等不同参数相互影响之下，数值天气预报也会把地理空间切分为不同大小的方格，方格越小，网路解析度越高，预报准确性就会提高。把它想做超级电脑就是一个预测的模拟，它可以把我们地球像切豆腐一样切得很细很细，如果越强的超级电脑，它就可以把豆腐切得越细越细，那事实上你就可以看到里面很精细度的一个变化，它材质的变化，就像是每天的天气会不会下雨，会不会很热，或是说它的路线的轨迹是一样。所以目前超级电脑来说的话，都是朝向越来越细越来越精准，那才有可能会更准确。你如果说超级电脑不够强，其实你就不够细，那你的误差就会越来越大。目前气象局使用的是第五代超级电脑，分3年的时间投入5亿元设置，而正在部件的第六代系统比前一代提升10倍以上的效能，预估年底就能建制完成。那我们现在新的这一代呢，可能会接近到全球大概排名70名左右。那现在全世界最快的气象用的电脑是韩国气象厅，他们很积极。还有第二个呢，它大概全世界大概排37、38左右，日本大概50名左右。那我们国人习惯用的，例如说美国或是欧洲，它大概是70、80名左右。那他们现在甚至呢，自己不买电脑也会去租云端。有实力的国家，遭遇到天然灾害很多的国家，他会强化他买超级电脑的这个效能，因为他知道如果要降低不确定性，只有透过超级电脑算出来可行性，自己算，然后才能救自己。等到第六代的超级电脑建制完成后，网格解析度就能从现在的3公里缩小到1公里，气象预报时间也能够提升到10到14天。而其实在各种气象资讯温度变动性小，最能够达到精准预测。预报的能力从过往的3到5天，目前已经提到7天，甚至于到10天更长的预报的这个时间，同时解析度也提高。这个解析度大概分2部分，一个是时间的解析度，过往是可能上午、下午或者是一天的尺度来讲，目前可以达到分钟级，大概是小时级，大概可以到每小时的预报大概都出来了。同时空间解析度也提高了，这个到了乡镇的预报，上至于更小的尺度，例如说集水区部分的这种预报大概都做出来。那这些都是靠超级电脑的这个资源的投入，然后以及人力上面去研发，然后让各种里头模式的调校以及参数化的调整，各方还有观测资料的增加，这一部分整合起来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跟过去相比，气象准确度已经提升好几倍，而随着气候变迁已经影响到民众生活，气象预测成为各国推进的重点设备，才能及时应变极端气候带来的危害。 TVB 新闻于欣涵、刘军台北采访报道。
好，当然台风来了最怕窗户渗水，所以专家建议呢，铝窗的防水工法必须采用的是耐候细粒康，可以在窗边的裂缝处涂上防水底胶，等防水底胶风干之后再涂上一层防水漆油，就大功告成。那一看它的胶条就知道，还有它的玻璃造型叫花格，就知道它本身是没有强化的。所以这次台风来袭的时候，我最担心的是这种窗户。老旧公寓最常见的花格玻璃也是令业者最头痛的，因为这种玻璃难以抵挡强风，万一破碎，它不只会伤害别人，还可能会伤害到屋内的人。尤其旧式的建筑设计，因为窗户和外墙是平面的，风雨一来就容易渗水，所以呢会流行做铁窗、做凸窗、做采光罩这种现象。现在建筑就是它的梁外露，外露的时候，所以它的窗户，你看它的窗户就内缩了，所以窗户漏水的几率比较低了。外墙加装凸窗，多了屋檐，就是防止雨水冲刷进室内。现在的设计则以梁作为屋檐，替房屋遮挡风雨。放上窗户，左右滑动，完成装修。目前大部分的消费者都喜欢装设气密窗，等级区分主要以水密性、抗风压性还有气密性为主，但不见得都适合你的家。通常建议的话，会主要是会看它后面有没有迎风面，那风来的时候会不会很大这样。那如果说风很大的话，我们会推荐它有用10公分的框。对，那一般的话，如果风不大，其实可以用8公分，因为它后面看出去，其实它有一个房子把迎风面都挡住了，所以我们这个窗户的话就是用8公分这样的。那玻璃的厚度，其实我们用到1公分其实够了。考量有遮蔽物挡风，在气密窗上的选择就不一样。但如果窗户前没有遮蔽物，以同个位置来说，就必须装设10公分的框，玻璃也必须增厚超过1公分，增加强度抵挡风雨。以这栋房屋来说，因为它位在一楼，再加上对面的房屋比较矮，而且呢也比较空旷的关系，所以大门的位置就是受风面。因此呢，在大门以及在车库门的选择，就必须要选抗风还有抗水性比较好的材质。门窗的选择必须视情况而定，要达到阻隔效果，窗户四周的密封条更是关键。胶条的话，它就是它有这个功用，就是它可以阻挡风水进来。那还有它的气密性，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靠这个胶条，它会增加这个窗户的气密性。反而是消费者自己要注意，就是因为窗户的边边会用矽力康打收尾，那经过时间，尤其是对外的部分的话，那太阳日晒雨淋那有可能会硬化，那硬化的时候，它的矽力康会翻起来，这时候的雨水就很容易从那个矽力康的缝渗透进去，这样。最主要是从那边渗透进去，就会造成壁癌啊、漏水的。设计师也提醒，窗户渗水问题可能出在看不见的缝隙，而非窗户本身。一般来说，矽力康撑10年没有问题，但如果时常暴露在阳光照射和面风雨的位置，寿命就会更短。如果你的客厅是北边，你知道我们台湾的台风几乎是北北台、西北台。所以你客厅的北边的时候，你那个窗户要能够挡风压，整个结构气密是要够的。所以你卧室如果在西边的时候，建议要装那个节能玻璃，节能玻璃。然后再来，你的卧室如果在东边的时候，如果你睡眠品质不是很好的时候，一大早被太阳公公吵醒的时候，那你就要注意你的窗帘了。主要它还是选择它的邻路状况，就是它是在大马路上呢，还是它在巷弄。那如果大马路上，它选择的气密程度就比较高，也许它的玻璃的厚度就是到8mm啊，甚至是5+5的胶合玻璃，以及它刚好的楼层有快速道路经过的时候，那个车流声音比较大，那它在气密的窗户上面就会比较要求。铝窗业者则建议，装设门窗时必须先了解自己的房子，还有自己的需求及使用习惯。如此一来，安装后的门窗才能既安全又贴合屋主。TVBS 新闻和江谢丹慈泰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